即嘛，即个念字吼，念，咱有听到念字的念吧吼？念字敢捌听到？迄和弦安尼背来准念掉咧，迄款念字的念吼。啊，即个念是去讲啥呢？咱和即个六尘经上和即个娑婆世界念掉咧安尼，吼。啊，念掉何在业缘念掉一念啦，念掉所准未解脱。这念含不共意思，何这六尘境啊，这冤亲债主啊，我过去有甲咱讲过吼，拔掉是啥呢？第一感情，感情拔咧吼，啊，第二就是这个命债拔掉咧，啊，第三就金钱的债务拔掉咧，这三点，安尼。即个人要讲业识来甲讲，是在问题白众生。啊嘛，准注重在问题，咱准念伫遮嘛，或者六尘境念。所以若贪着六尘境，而即个色性向未触，而即个五尘吼，啊，着准念掉咧。有无？不甲咱提醒嘛？即个叫做念。所以即个查囡仔计问讲，是啥物人会当甲在众生改念去白安尼？那么这个人无相当这个热心，在这个大乘经教内底里完全正确是较无可能。啊，那无呢？就是讲这个精神问题吼，那是伊家己有这个逆境变化，伊家己无到迄个水准，安尼嘛无可能啊，因为伊家己都未当纪念解白啊嘛。哦，这个是给讲，所以这个女主呢是讲，那是亲像观世音菩萨这大自在比甚声救苦。那么这个。佛教的慈悲利他，这个行道有可能实行，不过呢，有几个找出这种的人安尼，无唔叫伊在话文啊正确啦哈，正确。但是我即马甲咱个功能的公案哈，即马含即句念甲佛有关系。即马先来讲念，即马即个印起来，恁就爱家己注意啊哈。即、这个潮州古佛，那是甚么人要去问法，要家请法咯？伊讲，拢问讲，你食糜未安尼？啊，这糜真黏，对不对吼？你食糜未安尼？即马来了，伊讲我食饱，伊讲啊，你洗半未？我讲恁听有无？这公安是安尼，听有吼？你半洗未？无论伊有来问法过哦，还是无来甲请法过，拢总第一句问伊安尼，注意。对咱是一个真好的提醒哦，气念，吼、哦，伊即马在问伊讲，你食饱未？注意，咱今仔日若伫即个人间法内底里，即句是真简单的代志啊。所以伊会甲请法的人，伊在问讲，你食饱未？讲你有充实无？你有充实无？但是你有气质无？是吧？有充实的人，但是还佫急啊！你有充实无？你有气质无？安尼，我讲听有吼。有你有去充实，但是一般人并无气质。那毋是入到这个人法，就入这个五百五法两种的白条咧嘛？任何人伊都问安尼。第一步就是要甲提醒哦，吼，这是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个叫做气念。你有落实无？注意了哈。但是你有落实对这个佛法有落实，但是你有执法了无？迄、那个叫做你有去洗半好无？啊，听吼，这是大乘的哦，哈、啊。后来个一个问题，咱知影这个个东土，唔得达摩祖师为初祖，对不对？你敢知影？印度二十八大祖拄啊，第一祖在大伽梵嘛，禅宗的第一祖，第二十七祖是法界陀罗。二十八祖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来咱中国是初祖，但是伊伫传咯，伫伫传到啥物人？传到即个净禅，因为伊传到慧能嘛，吼，吼，无传到即个神功，慧能是第六祖。那么传到啥呢？传到即个净禅为三祖，毋过呢，即个德性四祖。要来甲这个精禅求法的时阵，迄、那个道心拄啊十四岁，即马即句较高级嘛哈，即句即个功能较高级。即马以来呢，甲这个精禅求法说讲，愿回向慈悲，吼、
你甲我，甲你互我，迄、那个解脱的法门安尼。这我那清法叫伊加伊加，但是现这个精禅，咱道心的根基有够好诶。伊十四岁尔，为什么伊会敢问这个道理啊？伊这样子一针见血甲讲，我互你解脱的法门，即卖伊甲因讲是啥物人甲你放？公安咯，啥物人甲你放？吼、哦？那么这个道心讲无啊，靠什么人跟我讲？讲无，你是要求什么解脱？不过这是真大声的话啦哈，真大声的话。那么在这个中间，这句话尔，跟这道心忽然间领悟，都会记住啦。什么人跟你讲？那要讲讲自性佛是无人帮的，啊，那是今仔日要求解脱是家己帮家己啊，算不是安尼？什么人跟你讲？听有吼，吼、哦，这就是概念起北的两种公案。注意，什么人给你办？是你家己买白条的，那有什么人给咱办？吼、哦，所以道心就开始开悟。啊，那要甲讲，迄、那个自性本体并无白啊，自性的本体并无白。可是今仔日落在这个，四性六道是什么人给咱办的？想看卖啊？所以别人袂当甲咱偷哈，会记真哈，是家己爱偷，所以爱气念，即句话就是安尼。你若无从即个家己，咱像迄、那个，讲你半世未啊？吼、哦，你不但爱落实着即个佛法啦，可是你有哪袂使搁再执法啦？袂使执世间法，搁袂使执出世法，所以安尼较高级。吼、哦。所以我即马讲的这个公案，我伫底客出来，因为这两句话较早拢伫这个个传承录内底拢有看过，我就捌报人讲去看传承录嘛。应该是有人有人有买，有人唔知有人买无，我是唔知影。应该是恁爱买来看啦。迄本叫做《经德传承录》哈。啊，那无就是另外一个名称，有一本叫做《五顶会员》哈，啊，佮一本迄个个《机缘录》安尼，再来看。这公案吼，拢会帮忙你开悟。所以这就是这个气念解放伊个公案的迄个主体，但是伊这个问题是结公案呢？众生这个未诶中间吼，那无有亲像观世音菩萨这种大慈大悲这种的人，伊无可能把众生教育到互伊家己会向解脱啦。今日你要叫一个凡夫气念解放，哪有可能？听无？迄若无顺这个法义，看看教，看看教。因为有的人拢得个作业啊，业得个做，做得个来，这轮回未算嘛，算不是安尼？啊，无咱今早就解脱啦。就是因为今仔日咱家己无落实，啊，毋过永远伫遮嘛。但是咱今仔日若落实，咱就未轮回遮久啊。这不是，就是互伊三项物件绑咧尔嘛。色、男女感情，啊，加这个生命债，啊，加这个道头债嘛。这三点是大主体哦，所以要透唔透，就是你爱家己消毒再验嘛。你若无家己消毒再，你哪有可能解脱？你透未开，哈、哦？因为咱今仔日伫这血中作业，作业受苦，受苦伊就阁未晓，血中又阁作业，安尼到尾今仔日轮回较遮久啊。好、哦，原因就是你爱家己透，但是身边人要甲你教教会向透，这个开始。这个才是这个导师了，对啦，哈、啊，这个导师啊，那是教育唔对，当然偷嘛唔对啊，偷唔对路嘛，哈、啊，偷唔对锁啊，哪绑哪忝嘛，安、啊、知影吼？因为五道众生就是等于和众生绑一个更加死啊，安听吼？所以来下面者哈，伊卡讲安尼，亲像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慈大悲，会当心声救苦，那么佛教的慈悲利他的实行呢？伊讲真困难呐、啊。这不是一般的人做会到的安尼。这个小姐就提出这个，伊家提出这个问题，哈、哦。所以这印顺导师讲，这种的疑难呐，哈、哦。当然，若要甲讲是无介恰当，不过呢，伊并无恶意。无唔对了，伊看讲要会当互众生落实，
会当气念解放，若无观世音菩萨迄款的水准，可能无法度啦。但是应该唔是安尼啦。安听吼，当然是好，是好安怎？若要甲讲，咱若是生伫佛的边啊，含佛道出家，出出入入，安尼是这个气念摆解放是第一好的啦。安怎样吼？唔过呢，咱有时阵，咱家己研究经典，嘛会当家己气念解放啊。搁再来，咱得到一个善知识，一个正知见的人，要甲咱教育，啊，搁再健康，啊，咱愿意精进努力，安尼嘛会当气念解放啊。所以这个唔是一定像观世音菩萨这种的水准较会当。所以伊这个唔敢讲，伊这句话讲了是无介恰当。唔过人伊真好意啊，听吼，嘛是讲了嘛真实在。所以这个不是一条根要歪曲，吼、哦！但是这个确确实实代表着一分佛教徒的思想。好佳哉呢，这不过是一分尔，因为伊的看法是看安尼尔。看讲着观世音菩萨较有可能来救度众生，啊！但是不是事实，不是安尼。因为咱今仔日吼，我之前甲咱讲过，咱若有十信为的这种水准哦，你若愿意来注重这个戒德甲教育众生啊，那么你就胜过四果罗汉啊。安听吼，所以这个当然我爱正知见，啊爱以戒为主，甲叫忏悔众生忏悔。像他们都有一个菩萨来问我，伊讲安尼，伊去拜斋时啊，去拜佛的中间拢会乱。我咧讲，这大家拢会哦哈，拢会哦。头啊去拜哦，唔是一年两年都无去哦。但是因有人甲讲，讲你拜佛会乱，唔通去拜，安尼感觉不对。安听好无？唔对哦，迄个人安尼甲讲都误导哦，爱去拜，继续拜，去拜的时阵尽量控制心和情，啊，那求佛，讲放光，教我普照，让我内色清净，安尼就起来。听好无？爱去继续日日拜，安了解？因为咱人的这个心情，我那用功出来嘛。安听好吼？啊，平常时修改修好，安尼日日拜就会清净啊。你若无拜，等到未清净，你特地落去拜，等到会清净。哦，啊！伊即摆讲一个人，家讲唔通拜，安就唔对去啊！哦，佮一个他妈，佮一个人，一个女将，佮揢一个讲，迄个文物，人要开幕，啊，叫人倒去啊，献花献啥物花，人佮想做消灾吧。但我你讲，迄种的人袂当做这种，唔通看到人的海报，啊，就讲啊，我倒来创，唔免安尼。因为迄种人唔是真真正正会当来互众生引导众生来去做到迄个礼佛共生，哦。爱献花献佛的迄种人，唔是，迄是要召集一挂生人活来，所以咱免看到迄个海报，啊，就给讲买来遐创啥不必要，听无？因为即马即个法已经乱去啊，听吼？现时即佛法已经乱去啊，即马迄第四代迄啊，甚物个，迄啥？新佛啦，新佛安尼个用神甲佛人来讲，伊要讲说法安尼。哦，啊，相名啊，用着佛的挂迄个名出来，佛的名啦、啊，禅定的名出来咧。所以咱今日无正知见啊，无落实佛法哦。我甲你讲，什么叫做佛法哦？人乱你也对人乱哦，我无骗你哦。人乌白变变啊，你嘛对人乱啊。哦，所以今日会记见哈，有一挂人已经歪曲去啊哈，歪曲。但是伊这个小姐伊问这个问题吼、哦、是。只有代表佛教一点点啊，尔有正知见的人，伊若有落实家己的戒德，伊阁愿意使用这个十善戒作为来方法，叫众生修戒，叫众生忏悔，安尼就对啊，安尼就最基层的一种功课啊。安听吼，安尼你就胜过，你若会当安尼，你就胜过四果罗汉啦。你听好无？哦，迄个在人王发这波罗蜜经内底都讲到啊。你敢了解？哈、哦，安怎样哈？所以这个伊唔敢去讲，伊是代表一分尔。但是这是利益，即马来咱来讲利，因为这个利就是利益的意思。到底利是虾米安尼？好、哦，我帮教下你家，利是虾米？因为这来在讲利益众生嘛，利他嘛。那么讲到这个利他，首先咱应该明白利的意义是到底是虾米？当然，这是利，就是利益，哈、哦，也是讲利乐。或者是讲离开的这个希望，啊，离开的这个求恶、求恶，离开贫患，离开痛苦，这里不但利益利乐哦，甚至搁再离开希望，可以当得到实质的利益，搁再无这个歹，
无这个贫穷，啊，无这个痛苦，就是讲，互对方无贫穷，无痛苦，吼、哦，卖卖。所以呢，这个较会当得到真实，还是讲美善、丰富、安乐，安尼。所以这里美甲善吼，咱平常有讲的一句真善美嘛，吼、哦，真善美，吼、哦，这表示着伊的行为甲心地嘛，吼、哦，啊是讲伊本身有真丰富，啊伊活了真快乐安尼。安尼较叫做利他啦，吼、哦，啊，较是助利甲利他，就是互伊伊家己哦，你家己本身啊，甲别人得到利益安乐安尼。但是世间的事，金钱有利益无安乐哦，爱注意哈，唔是讲我有钱就安乐哈，有钱变做真侪困扰，真侪困难，有钱引起别人的笑声嘛，对恁囝甲你绑票去啊。安尼怎样吼？安尼有安乐无无啊？有阵银行寄一个债，股票投资咧，大家都伫遐心内去泡沫呛啊，对不对？啊，这个唔知要落几年，啊，迄个唔知要安怎样？安尼就无得到安乐，也无自在。所以这个金钱袂当得到利益甲安乐哈，这个会记着咯。所以真来点讲，世间法是有利必有弊啦，有好就有歹，有快乐就有痛苦。所以想看卖啊？所以世间法并无完满的，所以苏东坡唔敢讲安尼。我有淫贱顽狂，人有悲欢离合。恁在麦看到这两句话唔捌？有哈？所以世间法无完满的。伊讲我呢，恁若等等上甲伊的中间，就是要缺陷嘛嘛。所以咱人是到巅峰造极，就差不多要累啊。吼啊！世间法内底有欢喜的，吼、哦、悲受气的，悲哀的，拢总有。相对的讲，甚至的人间的代志，十项有八九项不如意哦。爱了解下，咱人伫这个环境就是安尼。所以讲有乐就有苦，虽然未当真达到真吼，这个唔是完善的，唔是真好哟、哦。啊，唔是彻底，人间的烦恼唔是彻底。会记真哈，母咧到底是大家拢生命个底哦。是不你爱金钱，金钱乎你死亡，听好无？你如接着金钱，金钱使催逼你死亡，因为你一直为着金钱努力嘛。安听吼，这个是问题是安尼哦。当你得到金钱了，但是你的生命已经差不多要完蛋了。哦，世间法得爱一定爱看破，所以这个世间是相对的阶段啦，有好有坏的阶段。但是佛法咯，一个叫流行伫世间里，所以这个佛教所讲的理啊，吼、哦，除了究竟的大理。就是要让你彻底的解脱以外，哈、哦，让你本身将来当彻底解脱，还佫有世间一般的利乐啦。在这个人间世内底，还佫有世间一般利乐，除了本身解脱以外，但是会记住，你本身哪会当解脱的？你心真自在啊啦，若无自在，你无可能解脱咯哈。你若不是去烦恼这烦恼那吼，我跟你讲，你真正当时你就无解脱啦，就拔掉了，啊、哦。所以佛教一出现世间咯、哦，会记住啊，就是要让人现生得到快乐。所以你若是落实，注意因果哦。得失的中间，我跟你讲，你无烦恼，因为咱人本来伫世间都有得有失有是非啊嘛，吼、哦。啊，你若知影是因缘法，拢是因果问题，这个就是你现生的快乐。有得嘛安尼，有失嘛安尼啊，感情破裂嘛安尼啊。听无？因为衍生演变嘛，不要紧。我咧讲真相不要紧。人间事本来都无完满的，安尼你那是看会开就现生咯。但是你搁在一点咧，伊讲来世乐咧，来世乐是安怎？因为你无作业，未来世你就渐渐地快乐个。你那是对世间的事情看未开哦，你意味要贪着。好、哦，比如讲感情破裂，你就烦恼，你就受气，你就怨叹，你就要夹倒啊杀人，要安怎样？安尼就你当时就无快乐，金钱互人倒去，互人安怎样害啊？你换到你心内去，未食未困着。我甲你讲，你嘛是未快乐啊。但是你若彻底了解因果，你就未搁再重新作业，安尼来世就快乐啊。所以有人是安尼啦，阿婆感情，那是爸囝感情、母囝感情、兄弟感情，看未破，吼、哦。那么伊会搁作业怨叹嘛？但是伊若看会破，伊就未搁作业，来世就快乐。听无，因为我有甲咱讲过，这感情债卖甜嘞，真正唔通甜嘞。
今日到底白掉咧吼，你来是永远永远一世一世伊个白掉咧。所以若会当处理吼，阿公婆种感情搁较好，但是有那较平淡一点啊。我甲恁讲真正，因安怎咧？大家阿公婆的中间哦，尽量求得解脱啦，唔通不是搁来世搁再修炼，迄只炼字就是哈，有无？迄只炼啊，阿公婆搁炼。阿兰甲这个个摩登客人查某囝都念五百岁，迄时阵真伤脑筋呢。啊，即马阁有一挂歌讲要爱伊万万年吼，敢有这条吼？我讲这时阵真不幸啦吼。你讲我万万年就爱对伊几遍的吹球背，头毛吹球背。哦，我看这人是有够戆死的，吼、哦。你个特别想，因有时一半条歌，安听个啊个，安趣味趣味安尼。你个干那个深深个想一个，讲啊，这人较戆。查某爱查甫，慢慢年你个看，一岁准了七十年啦。啊，你看爱几岁，啊就安尼拖安尼磨。查甫爱查某，就爱磨来拖来吃，磨来好吃嘞，对不对？那都遐艰苦变啥？哈、哦，做罗汉卡可能无较歹吼。流汗卡知影吼，哎，安知影吼，会去真诶真正，啊有时阵感情去北咧吼，真正歹真歹解脱。所以这个呢，你若看会开来世啊快乐，但是将其究竟呢叫做解脱乐啦，因为你要互世间这物件北咧，你就解脱，迄、那个叫做解脱乐。所以这个佛法会当使予咱行生乐、来世乐、搁究竟解脱乐，吼、哦，安听吼。所以唯有声闻。这个想不到小行圣人啊，一概偏中啦、啊，带得哈、啊，掠着家己的自己的利益，就是家己求得家己的解脱安尼。这个叫做声闻性，所以伊是注重啥呢？得到个人的解脱乐。哦，声闻的人啊，伊就听到佛教的佛法、佛德、佛德，伊就较紧修嘛，较紧修，伊就解脱。啊，咱讲你今仔日听听难修哦，未解脱啦。你若要继续无爱气念解放吼，安怎气念解放？我嘛甲恁讲过嘛吼，听好无？若讲到这无甲恁讲，就换到我家己唔对啊！我嘛甲恁讲啊，啊，从来到现在，到今仔日嘛拢讲气念解放的代志啊，我无黑白甲恁黑白讲啊。对幸福之道啦，无对八大人格经啦，啥物还讲遮济嘛是拢气念解放的代志哦，听吼。啊，恁若无爱放个字，无要甲放互字，就当然无可能气念解放啦。听吼，即呾爱注意。所以声闻性，伊是求得自己个快乐，自己解脱乐，吼、哦，即、这个是自利个乐啦。那么呢，利他呢，吼、哦，利他个代志，切勿对了声闻个苛求。伊即马讲安尼，苛求是啥呢？就讲声闻个做法。啊，咱今仔日要利他的人，伊搁再对到这个声闻的问题，这个叫做苛求哈。所以唔通搁再偏重家己利益就好啦，这点爱做注意哈。一定爱尊重有解脱自在的利乐。啊、哦，第一，你家己伫这个人生内底里呢，你爱活得非常自在，这是第一个问题哦。哈、哦，所以咱今仔日有那唔通。未记住讲你现世变得快乐，那么现世变得快乐，当然你本身一定爱气念啊。你若无气念，你真真正正未快乐，这是实在。因为咱这个世间哦，烦恼太多，应该大家了解。因为世间事吼，干那卖讲外即干那亲情都互你真烦恼啊。你听好无？有阵兄弟啊代志，家己后生查某囝代志，翁仔某的代志，我甲你讲真烦恼。我跟你讲真正，阿公婆要互相谅解真少啊。阿婆为着小事小怕，大家死也真济啊。安听吼，要互相会体贴对方的人真少。所以今仔日佛法内底甲咱讲，你要哪重在现世咯？那么你就卖互一切办安尼。因为事现前了，你知因缘甲因果，咱卖互伊海白甲死死。吼、哦，这个就是解脱自在现世咯。吼、哦。那么呢，家己夹业的佛教内容，就是家己离弃的这个人间呐、啊。有个人说远离人间嘛，啊去自修，这个就让人误会。佛教所变成啥呢？
变成撇色，互人外国佛教人嘛拢撇色啊。啊，有个人翁仔某放咧，吼、哦，某囝放咧准离开，吼、哦，所以佛法会互人误会，就是安尼，吼、哦，难怪呢世间人甲咱误会。啊，但迄毋是真正的佛法哈，我甲你讲啊，迄是注重家己撇色的快乐尔。伊讲都无世间的干扰就好啊嘛。但是我即马甲咱注意，大家互相了解一下。你若是还佫有囡仔细汉吼，你唔通离开。咱无同意啊，囡仔互伊成年，啊若无就归去卖结婚安尼，唯有安尼尔。卖结婚呢，较无讲白日啦，有即个后事。啊，唔过呢，你若卖结婚，要来离家，要来出家吼，你有那爱立大乘的精神。啊，你的爸母有那爱有人顾，譬如讲兄弟过来，你含兄弟三相相的，我要来出家，啊，老爸老母。诶，这个修炼吼，养老代志，你甲兄弟啊，拜托你家养老，啊，你互我来去安尼。我唔是要下责任吼，你家参详，我唔是要下责任，我就是为着要来学佛安尼。兄弟大家讲了同意，啊，若是讲出来有财产，你估计拢放放好因，听好无？人讲你若要分财产，啊，爸母会暗讲饲，安尼袂使啦。你财产拢放互兄弟啊，我再财产我的分家拢互恁。啊、哦！我要来修行，哦，安尼就责任上较袂阁负担一个啥呢？爸母情啦哈，爸母情甲爸母恩，安怎样？啊，若是有子女呢，当然子女爱共教育，啊，这个是真爱注意。啊，唔是为着家己哦，若是为着家己要撇舍吼，安尼唔对哈，这个爱注意哈。那么这个利他，有分这两大类啦哈，因为重要是利他啦，这佛法的精神是重要是这样，唔是家己利用尔哈。所以我现在要跟我们做说明，注意，你如果会当本身会当求得这个心脉和经脉的，这样我跟你说，你就得到快乐了，听好不？这是第一个问题哦。那么来要来修行，我们不要怕解脱乐，自己自我解脱的快乐，这样这当然是超越一般的凡夫啦，这也是要跟他说不对，也不可以这样说一下哈，不可以这样说一下，但是呢，一定要有自利，一定要去精进甲利他。所以这利他的工作呢，即马要简单讲，就是大自悲行安尼。但是已经搁在分这两类哦。第一，就是物质的利他，啊、哦，物质哈，就是咱人的世间这个金钱啦、啊，还是讲这财物啦、啊，哈、哦，美牛这个，那么这个叫做财师啦。那么这里包括讲，如果你若是看人贫寒，贫就讲无通食寒，腰肌失长，身体痛苦，吼、哦，那么咱就用衫裤、用物件来给救济啦。看到人破病，咱就用医药来给治疗。但医药治疗，我跟你讲吼，卖随便哈，你甲带去医生看，你唔当我食了唔对，啊，你就落死啊哈！真正啊，即卖迄个叫啥？迄、那个香港卡的病啊。啊，咪食较足济人肝病嘛，吼、哦，听无？我即马冻内底拢袂使，我袂食药啊。人客来病了袂使食，唯有那个营养品、那个善存啊，综合维他命，我讲食袂要紧啊啦。其他吼、哦，讲人即食偌好个，啊，客互你食吼，阿弥陀佛，一定袂使食。吼、哦，安怎样吼？袂使食就袂使食，我咧讲真正。若是有艰苦呢，你家带去，从厝边隔壁有人啥物艰苦？看你是要叫医生来给诊断，较好医生去开药啊？安怎样吼？去请一个病例，别安那无甲找医生看，安那无去中医，这点咱应该做会到。这个就是这个物质的问题。千万唔通随便买药当好食哈！我跟你讲，真正袂使啊，一定要注意哦。哦，看是要中医看，是西医看，就是咱本身的病嘛，就爱安尼哦。哦，因为有时阵迄个量咱唔知影，啊，搁再一点哦。个人的这个质体质哈，人的这个构造啊，甲这个病，虽然讲啊讲肝病，不过到底肝是甚物病，咱唔知影嘛，所以袂使讲肝病就讲啊，人别人都甚物食好去，啊，咱就用那买起来好食，不可以哈，真正袂使，真正爱足注意哈。我进来这药啊，藏了差不多五十种，唔敢食。来这藏了药啊，因为过去有两边拢闹死声嘛吼，啊发热，有无拢登记啊？即嘛，迄个去，迄个去，迄个去，后拿后药啊，后什么药啊？你起一大堆，真有五十种，未使学别只，因为治疗吼，伊治好，咱无一定治好势哈，安怎样哈？但是看着人破病，何以医药加治疗？
迄就是讲修桥铺路，哦，还是讲开辟一挂园、花园、公园，互人去休闲嘛。安听吼，即拢总是属于即个财务布施，吼、哦，以及用家己的体力，还是讲生命来帮助人、来救人安尼。有无较早有人来落去溪仔林，摔落就落去赶紧甲救，毋过袂使讲家己免受了，就乌白跳落啊！跳落去叫增加别人的麻烦，安尼嘛袂使。啊，了解无？你袂当救人，佮家己沉落死，换到别人要佮救你，安尼有哪唔对？所以咱袂当自度以前，咱袂使乌白说法咯。这真正的代志哈，即句是影响到安尼。你一旦佮袂当无迄个自度的能力，全万唔当说法讲要度人。这是讲你家己无救，袂当受益。去救人的方，唔是养小就使救人，因为你到底你跳落溪仔林吼，迄、那个人伫遐去艰苦的中间，会乌白甲你杀，乌白甲你虐，滥嘞滥嘞了，你就先做好拖累啊。因为爱救人的方法，爱先对颔棍啊吼，啊甲摇扑扑，啊甲倒，大家偏向咱。结果有一挂迄个救人的常识，我是加减啊小可知影，啊甲安啊甲收起来，一手啊搁会收。啊你若袂向呢？你跳的，伊乌白沙给你沙着，初一日总甲你两支脚烂嘞，你反正吐袂惊，啊是对你的身躯烂嘞，两个就当乌白也就对啊，两个拢死啊。吼、哦，这是去讲助人甲救人，啊是讲用各种方法，有的人是看到人火烧，甲变入去救，但看人火烧变入去救嘛，就爱救人的常识哦。看是迄个水的物件、淡的物件要面巾吸家己的，吼、哦，啊是边啊先这个衫裤先破水破淡，这种方法啦，吼、哦。这个一定拢爱有迄种啥迄个技术，这个是属于物质，啊，甲属于用着咱人的体力、生命来救人的。那么第二就是讲着精神的利他，这个精神利他就发施啦。那么这个就等于头前重复，重复了，佮讲了较详细，所以这个就发施。但是如果愚昧修持与知识，譬如讲这个人都戆戆无知识，你要安怎甲教？这个属于发施哈。咱知影吼，愚昧的人，你用知识开，这个人有忧苦，你家安慰。譬如讲，咱厝边隔壁，哪有人安怎会艰苦？你去甲讲个胡啰啰听，去甲少安慰一下，这个人叫做法师哦。咱听吼，这个唔通无做，或者种曲曲吼，甲免的有一挂人，因为伊的个性较安尼，较少懦弱啦吼，安尼无了无是啊，卡袂得到会惊吓，你甲鼓励一下，听无？因为一个人长期失望。你甲鼓励，伊就敢想讲，加有一个精神起来，吼、哦，讲好，安尼我就安尼做得对，安尼甲鼓励一下，甲勉励一下。迄就是讲，将一切文化的事业，比如讲，咱的一切文化，是讲一切事业，你都捌，吼、哦，啊，你家教，互伊向上安尼，吼、哦，啊，家向光明啦，向到这个中道啦，向到这个正常，啊，互伊当安稳啦，互伊在生活还是伊的精神上拢会当安稳。该教育，该教安尼，这不但是出世法的法道啦哈，即有那肯定着出世法的法道，嘛是世间正法的法道。比如讲，咱这个人都无伦常，唔捌啦，啊你着甲教，啊人安怎做？吼、哦，啊这个人，比如讲，伊对家庭都无责任，那么你着甲讲，你安怎样？你着共某共娶，囡仔共生啊？那么总是你袂使讲无教育者啦，遐安尼甲教甲教安尼，伊家庭着圆满嘛。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法师之类，所以咱若是捌一寡道理哦，我甲你讲，拢会当随时作用哦。因为难免哦，咱社会人士咱所接的吼，都有一寡在摆问题嘛，摆问题你家看家教，安尼啊较有耐心家教，哦，啊若有啥物代志，你小可甲安慰一下，当作是家己时代，吼、哦，家己时代，家己时势，伊这失望无奈的中间，那么你看要安怎样家教？哦，啊若是讲真正真的，伊都无一个看法，无要紧，你安怎无我来甲你斗帮忙。安尼小可安慰，即马伊都有一个依靠啊嘛。哦啊，厝边这个人啊，真好，啊，真依靠，伊就向上安尼。哦，这个就是用世间的这个正法来给化道嘛，使乎人类养成的这个健全的人格。那么健全的人格当然嘛是爱捌理啊，吼、哦，啊捌理伊都本来唔捌嘛，所以咱即马甲教伊都捌理，捌这个道理，安尼做会当来提高着咱这个人类的这个德性。德性是去讲啥？就是人性的对。安听哦，本来这种的人是较无人性，伊都乌白做啊，唔办啊，那么你甲提升啊，甲一寡智能个对，吼、哦。就那么这个，那安尼个教呢，我那是一个出世法的推啦。安听哦，
比如讲你若捌两字啊字，啊你嘛会使共教一下。较早我着招一挂人来教迄个啥来教四书啊，印度啊，体五念嘛。啊，我着安怎呢？中昼时啊吼，还同事啊，我着招几啊，比我较少岁，较侪岁安尼，迄、那个年龄相差无偌济。啊，伫迄个工厂诶，塑料布顶吼，迄、那个水池啊，人有诶吐水池，啊，我则着用叫用挂迄个竹啊堵起来，啊，即、這个阵搭一个棚安尼。啊，十几个我着中昼时啊，甲因教半点钟诶四书。安怎样吼？因为现在人去迄个拢无啥捌字，啊，我着甲因教一挂汉文安尼。啊嘛，一本四书嘛教了了，一日半点钟嘛是教了，到尾规本嘛教了了。哦，啊，都唔知是安怎，都忽然间都甲因招啊，啊，都大家要烫，啊，我搁去甲因买册安尼。哦，这嘛是一个方法啦哈，一个方法。安尼慢慢，啊，不过到尾迄阵人我甲牵入去一贯道，去干杯干甲因牵入去一贯道啦，够冤枉的。哦。啊，实在是想到那，要讲对啊对啦，要唔对哦？在当初的一贯道那唔对一大堆啦，入去一贯道吼，啊教书书啊教啥物啊，牵甲一大堆人。你敢知？一本大学甲一本中央两本哦，都伫因内底教七冬，教七年呢，算起来那时间无短呢，一礼拜讲两点钟安尼教七年，啊嘛真有耐心哦。你甲想看嘛？哦，好啦，先做基础啦，啊即马通。较热血的样啦吼，嘿，所以这款人呢，就是出世的阶梯啦吼，比如讲改嫁一个地灵安尼，当然呢，法师比财师更加彻底啦。那么说，先有一句话啦吼，你若要掠鱼啊好食，不如嫁伊钓鱼啊，有无？有这句话对不对吼？要掠鱼啊好食，不如嫁伊钓鱼啊。你要用金钱赞助伊，不如嫁伊一个机器，安听吼？所以咱下个是先说讲，你要放囝千金。不如放给孩子一个嘛，这句话您应该捌听到。伊一千几千两的这个银啊金啊，伊开会了，不过一个开未完，伊会当去努力嘛，吼、哦，有一个技术会当努力，因我嘛开未完。但是你若放一包钱给伊开了，伊就一世人就跳角去啊，伊做袂落呀嘛，安尼唔好哈。所以这个唔讲讲法师是比财师更加彻底，但是如果呢，和这贫苦的人。用的这个仪式来解救者哦，那么这个叫做财师啦哈。不过这种的财师是临时的，等于地漂啦。啊、哦，地漂，比如讲你今仔日伊在贫苦，啊，你钱可以米粮可以，当然伊咪要去适当啊。哦，不过伊永远错得爱红救者，安尼嘛唔是办法。哦，所以叫做地漂。如果咱那是会当用正法来克敌伊啦。哦，来开发伊，受伊知识技能哦，比如讲来帮助伊，以前干事来甲讲，伊一寡技术来甲伊教伊去做，哦，甚至呢帮助伊就业啦，头路去食袂好势，啊咱甲引一个头路，安听伊就月月有收入，哦，安尼凭家己的正当的工课去得到家己的生活，这个当然比临时去救济佫更加好，佫更加济安尼。但是这个有该讲一下，除了这个银啊，啊个迄个弱的人吼，啊个脑脉残废以外啦，你要去叫伊做什么职业都无法度嘛哈。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但是这个佛法中哦，一个讲哈，出世法的法师吼、哦，是胜过世间的法师哦。谈到迄个所在叫做法师，譬如讲修教授一寡技能，帮助伊文字捌文字。啊，就用这个嘴来安慰这个用世间法的代志。不过佛法中的这个出世法师是胜过世间的法师，法师是比财师更加好安尼。这之前有甲咱讲真侪道理啊，无应该这个资料搁再加补充。好是好伫对一只，哦，六波罗蜜经是安怎讲的好？好伫对，是安怎样？法师比财师较好。哦，当然内底会搁讲到，所以人骨灰。譬如讲，法师是比财师较好，这是无错。但是，唔是讲唔通做财师啦，哈，唔是安尼哈，唔是唔通做财师，哈、哦，无需要啊，唔通讲无需要世间的法师哦。骨灰，伊种人骨灰不需要财师，不需要世间的法师哦。譬如讲，世间这个人，伊贫穷，你得怎个救？但是受伊机个，
哦，所以这两项拢爱做。咱的厝边隔壁，然后迄个囡仔都无头路，你家引头路，安听吼？安尼伊家庭就改变，万外块加减啊吃，但头路一个月万，伊就即马有一个月有万外块通去收入，那么就当补贴家用。哦，即、這个啊，若无伊就讲啊，咱即个所在在去做什么工课？无即个囡仔家叫来做学徒，安尼嘛是种个方法咯。所以如果啦吼，专以解脱自在为你，实在是根本的误解了。比如讲今仔日。你无顾虑世间诶，即个贫困啊，还是讲受世间诶即个法师啊？你干那为着个人诶解脱自利啊？安尼嘛毋是嘛无对哦，会记真哈？安尼有哪无对哈？所以即个就等于误解。即句话就等于讲，你今仔要出家，要出家去，你干那世间法你拢无要到处理，可是你为着个人诶解脱，安尼伊讲即无对啦，即个误解佛法啦。哦，所以即个安就讲了真彻底啊哈。法师，迄、那个出世，就是讲出家，唔是个人出，唔是个人出世哈。出家是要共众生同解脱，请大家记咧。出家人唔是要家己解脱，是爱一定爱众生同解脱安尼，安尼才是真正佛法的精神。哦，所以用这个出世法师来甲伊讲啦，就是会当使乎人解脱这个方面来甲讲，这并唔是亲像一般所想的偏差。比如讲，我今日就要来出家，吼、哦，啊，我要来说法，啊，不过有一种人是讲安尼，你唔家己好好修，吼、哦，你唔家己好好修，啊，你就要去说法，要创啥？安尼一般人就讲，这种嘅人有偏差。但是，什么时阵会使开始说法，即看个人嘅水准，听好无？一定要为众生说法。当然，自修是爱家己自修，这是无唔对。你无自修，真正袂使。不过你那是说法，愈说法愈精微哦。你个修愈高级安尼，安听吼。啊，你那是干那自修，用到一挂偏差，个人落实就好。那么安尼，你有那袂当我亲像哦，对，真正哈。所以真难点，包括将分修行持，将分修甲行持来甲讲哦。比如讲，我今日去变乱了分析我家己变乱修行。啊，我要安怎样来落实？哦，小乘行者，就是讲这二乘的小乘行者，初发出离心。伊最初是发一个出离心嘛，哈、哦，讲我将来绝对要解脱。迄就讲伊伫人间内底无爱和世间所绑咧，这个叫做先发一个出离心。因为咱人伫毕竟是安尼啦，吼，伫这个六尘境上内底有这个家庭的拖累，有族亲的拖累，哈、哦，所以讲心较乱啦，所以应该大家知影嘛。囡仔大细一个坐啦，啊，亲戚朋友一个坐，我甲你讲，事实讲拢白掉咧。心要安静啊，安静袂落啦，吼、哦。所以第一，我们爱发出离心。所以咱有不时去甲咱讲，卖得攀缘哈，得攀缘对咱家己无好哈。免今仔日要阿妈遐，明仔载要阿祖遐哈，啊，后日要去找阿哥啊、阿姨啊哈。我甲你讲，那个伤脑筋啦，听无？啊，这起拢听着一挂懒懒散散的话啦，还亲像五十个懒散话，无路用哈。啊，咱嘛唔通要招朋友泡茶啦。恁敢有计三五个定去泡茶？没有用。泡茶话讲，阿得泡茶讲一个佛陀，我跟你讲，佛陀三句尔啦，听无？三分钟讲佛陀尔，开始一点钟、两点钟就拢讲个南山话啊。我恁家己经验看安怎？差不多拢安尼啊，无路用，真正无路用。所以尽量安静啊，但是亲情感情我联络好啊，唔过卖多攀咧。为甚物要联络好？小可将来通有机会多伊，安听吼、哦，所以有那卖放弃的人间事，啊，唔通得攀缘，这点记好哈，啊、哦，所以进来这呢，所以唔敢讲小乘遐是最早是发出离心哦，但是一定要静下解脱的境界啊，以后佮随顺这个修学，佮渐渐成熟，先远离，远离到这个真烦扰这个社会，卖安尼个个年。所以你讲你敢知影世间事愈侪愈高高甜，对不对？这真正的代志哈。所以以后较随顺这个修学，譬如我先证讲我将来要解脱，啊，小可安尼小可离世一下哈，人间小可离世一下，啊，较慢慢修学，啊，较渐渐成熟。譬如讲，咱今日都有个离世心啊嘛。你今日你若无离世心，要叫你讲一礼拜来遮听一遍经，啊，来遮拜一遍佛，我甲你讲，你若无渐渐要出离，你听袂落哦。因为自较早以来，这个电视镜吼，拢总这黄金时间的八点的时阵，对不对？迄上迷人嘛，
啊，即嘛咱过去有那会卖一阵嘛，卖阵即嘛唔过卖，因为价钱较半嘛海嘛吼，差不介济。但靠差不介济，你只拜日下上来只听经，啊，佮当时个拜佛，拜五就佮来拜佛，拜佛心就愈静，啊，卖有迄个结晶片，因为结晶片一连续见吼，真迷人，这是实在。不过你若佮想着特地演来演去哦，差不介济。听吼，差不介济，所以即马渐渐就远离这个世间的这个迷境安尼。啊，迷境即马就渐渐皆听经就会知影讲要安怎，听经就是皆恶嘛。安听吼，皆恶，我讲我今日将来要安怎修嘛，所以即句话以后会随顺修法，啊，就渐渐成熟，这是必然的哦。啊，你今日进来是讲这个拜二你也放袂落，啊，拜五你也放袂落，等于你学不着。但是唔是安尼就会使哦，注意会记真下。你若会当吼，比如讲除了无来这个所在以外，你淡出来嘛爱看经典啊，听吼，啊，这录影带拢甲恁传遍遍啊，恁加当个加减嘛补充，啊，搁在这个电视台有个讲，恁都爱来看。较早吼，咱高雄有一个吼，吼，国比较安怎样呢？头啊，计听经真热心，啊，到尾唔得是出什么结晶片啦？我那唔知伊去看迄个各电视的结晶片哦，我那唔知呀，因为经过三四个礼拜拢无来，三四个礼拜了无来，一个外月啊咧。我哎呦，啊这个这路上开唔捌开啊，我现在做问隔壁迄个，问伊不是拢含咪啦，伊拢唔敢讲哦。到尾讲啊是安怎样哩，开即马拢无看，伊讲迄个电视机卖起来啦，记唔得一出什么片啦。啊，总无来，无来讲，你同人家讲讲师傅过念咪，啊过念咪吼，搁再过迄礼拜也无来，搁过来第二礼拜才来。第二礼拜啦，白话讲，啊你先呐，开这久无来，笑哩笑，唔敢讲。啊，伊那知影讲，我知影伊是卖伫电视机哩，安怎样？我、啊、你今仔开出来，用我买一台录影机，叫阮囝甲我录，明仔载较看安尼。我明仔载。已经无看，未得使甲看。你甲看要落死，吼、哦！迄卖家吼，卖家会使讲，你甲想较早六合三夹啊，有无？水岩门迄无，大家卖家连工课都唔去做，吼、哦！啊，即嘛未卖啊啦，即嘛佫布置佫较人嘛未卖啊，佫即嘛佫演的演技佫再由即个迄落佫再如何看嘛未卖啊，迄看久就先啊啦，听好无？真正看久就先啦，吼、哦！啊，所以咱注意会记住咯，吼、哦！你伫存的，有那卖迄连续剧，你要看，唔是袂使看，但是袂使硬带心，心会乱啦。啊，你若看讲即出无看到，就艰苦吼。安尼我讲真凄惨哦，唔通安尼落到就生命拢浪费。所以直直听，吼、哦、啊，直直升息，要安怎修改啦、定啦、飞啦，都立出来，因为文道文飞啊。所以渐渐升息了，最后才会当正经断息的解脱咯。你若无要听袂响哦，我跟你讲真正。因为修也未晓咧，无听就唔捌法，啊唔捌法你就未向修，吼未向修呢，你将来要哪解脱？这就未当嘛。因为咱人要解脱是修出来嘛，这点一定爱留心哈，唔通讲啊，我今仔日安尼加减啊听，我咧讲唔通加减啊听。我即卖是真用功哦，我咧讲真正真用功，整个生命拢投入恁内底咧。干阿讲想讲弥勒菩萨。咱这个净土甲开好了好势，当时要离开，就顺因缘离开安尼。啊，若还未离开的进程，要安怎样努力，甲会当做偌济工作，只能做偌济工作。因为第一，我直直讲，直直诚实我家己嘛，吼，咱知影吼，就第一诸多嘛。第二，我说法用到这个如来正教内底，每一个单位拢去做，安尼就会当含注意，打成一片，佫会当含注意落实到这个修行啊。卖讲救度啦，吼。因为无缘主，你讲有众生救度就无对啊嘛吼，无缘主啊，吼，安尼唔过呢，你阁无安尼落去做阁袂使，所以今仔日我就努力在，但是注意你有那即马听好好，将来即个大乘行要怎样做，你才会当落实。第一，你还袂当大乘行的进程，你要安怎样家己就讲，伫现世得到自在，第一环境会变嘛，听好无？因咱人活伫环境内底，环境会变。哦，那么第二就讲，我今仔日要安怎目睭开起了后，真圆满。啊，今生就总未当说大乘法，未当来教育众生，不过来世你就当教，听好无？你落实这个
这个民间政治拢甲困困在装饰哩，来时你就会当献出人间来，这你就会当教育啊。啊，那下当是今生你还佫青年的中间吼，你下半世就努力看你会当说法的袂啊。啊，不过你真啊无要努力多问，那么你时间到嘛袂当说法啦。就是有机会乎你，你嘛袂当啊。啊，不过你袂当说法的中间，你嘛袂当创造机会哦。我甲你讲真正。啊，你若会当算出来，人会当甲你创造机会互你，听无？伫咱这个团体绝对会创造机会互伊，我无骗你，绝对会甲创造，因为将来吼，咱的道场会真济位吼，啊大道场若起来，啊搁再一世个真济位，绝对会当创造出来机会互你。安听吼？所以即马爱落实道本，卖海苔，卖笨蛋啊！但是人格品行爱建立不起来，白日来较会防看重，吼、哦。永存广告者，大乘行者到底安怎好菩提心？那么咱下一类较讲安尼